就骑上去，就发现我们本来教他小跑步，可是他太快了，他就飞奔，这样子。然后拍了几个镜头，就觉得说我可不可以坐在上面，那个感觉好像会比较美一点点，对啊。结果，然后我就坐在上面，然后他就奔了，他就飞奔。那你摔下来的时候，他有踩到你吗？他踢到我，就是他在跑的时候踢到我。哇塞，那个连续动作就是这样，林子祥啊。摔下来同时，那个马就跑了。对马会不会有恐惧感？当然会。我去施瓦基兰时有看到马，他一看我说：“哦，赶快走远一点。”那是你第一次骑马吗？那一次。对。哦，第一次啊。对。会怕马的请举手。真的哈？为什么？你有骑过马吗？我有骑过，我们被吓过。怎么说？因为他狂奔。他狂奔，对不对？我的也是狂奔。第一次的时候，对，我当时被教的方法非常的不正确。请说。他说骑的时候就压，停的时候就呜。这样会变声音吗？对，结果是完全是骗子。当时我是呜。一路被宰，那还是要带动作的嘛。我那在要边拉边舞。我们自己从小看西部电影也好，武侠片也好，不动很帅，呀就走了嘛。对，呜，那马就停了。哇，好有样子啊，对不对？就我试了，怎么就不行了呢？然后后来到澳洲也是啊，很难得啊，硬要我骑，我说好，我站上去给你们拍个照。嗯，就隔壁的马来咬我的大腿。真的假的？从此以后我就再也不骑马。还有一次啊，我还骑马骑在沙滩上骑摔了吧。没有马鞍哦，很高兴。骑一骑，他居然逃下来，在地上打滚。我这样，然后就下去，那些马就下去游泳。我就啊，三次事件发现我们不太适合马。不好意思，我比你好多了，你还摔马。哎，当时情形怎样？你是怎么样摔下来？当时其实那个动作其实本来有替身的。嗯，马就啊，就靠着。没有，它就是飞奔。那个马其实它平常都是在沙子上跑，所以它看到草就好兴奋，一早上就开始吃草。我看到那个马的时候，它还在拔骨，然后转圈圈。我想说，乖乖，它会不会太兴奋了一点点？后来它的训练师，也就是我的替身，就骑上去，就发现我们本来教他小跑步，可是他太快了，他就飞奔，这样子。然后拍了几个镜头，就觉得说我可不可以坐在上面，那个感觉好像会比较美一点点，对啊。结果，然后我就坐在上面，然后他就奔了，他就飞奔。那你摔下来的时候，他有踩到你吗？他踢到我，就是他在跑的时候踢到我。哇塞，那个连续动作就是这样，林子祥啊。摔下来同时，那个马就跑了，跑到地上，应该是这样。对，我还记得那医生说：“你是林志玲吗？你是林志玲吗？”废话，气了。然后我说：“嗯。”他说：“你真的是林志玲。”